29拜，一心观礼，无量寿如来会上，舍利弗等诸大尊者及贤护等16正士，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诸大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再底下就是无量寿如来会上，这些舍利弗等等大尊者，还有贤护在家的这个菩萨，16正士，所有这一些都是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啊，所以都是德尊普贤呢，具足无量的行愿，因为德尊普贤嘛，普贤就是无量行愿，无量的行，无量的愿，安住于一切功德法之中啊，诸大菩萨，这都称为菩萨。所以舍利弗他们本来就是佛菩萨的示现，这可以称为诸大菩萨，这是一个理由。再一个理由，这些个阿罗汉都回小向大了，所以称为大阿罗汉呢，回小向大的阿罗汉，所以大阿罗汉那已经不是小圣的心，把小圣心回转向于大圣，修大圣的这个菩萨嘛，都称为菩萨。再下一条，第30条了，念公看着面前的居士笑着说，还有很多问题留给你，他的问题还没完呢。Namo Amida Phật.